活珠子啊，活珠子，先喝汤。比肉好吃，比蛋好吃。特别香。视频动画底下小黄车直接拍，我吃的是五香的，收到货就是煮熟的啊，跟我吃的一模一样。你们可以放在水里加下，就是加热一下。你用煎着吃也可以，串用串烤烧烤也好吃。太香了，汤。拜拜，谢谢大家。